马拉松，我们各位勇者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谢谢啊，今天能够代表上善市长到海丰马拉松的一个开幕典礼的一个会场哈、瑞文这边心里面感到非常高兴。我现在可不可以先借各位的双手，来给我们自己鼓励一下？今天各位都是勇者。好了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我们停办了两年。好、啊，今天呢，在疫情稍微趋缓的时候，能够举办这个海丰马拉松，对于桃园市来讲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赛会。啊，因为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哦，我这边可能特别拜托我们主办单位这边，要特别照顾我们所有的跑者。也请各位跑者呢，今天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个跑步的安全。希望今天呢，我们的赛会都能够非常圆满、非常顺利、非常成功。再次代表这个赛事长这边呢，感谢主办单位的辛苦，还有啊，谢谢我们所有辛苦的承办工作同仁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掌声谢谢我们王瑞文。
Thank you.
我们四十二公里的选手哦，顺利完赛哦，辛苦喽。